飛埋嚟嘅兩個人之間，佢係最後嘅一個防守球員，佢一定要起嘅，佢唔起就失波噶啦。嗱，呢個一傳夾硬嚟啦，好俾馮坤機會啦，好又係黃恩梅，哇！這個波咧打大車先落喎，咦？就唔係三米喎，係兩米喎呢個波啊！我都話啦，打呢場波咧，黃恩梅係好舒服啊，扣碗扣得好靚嘅呢個波，佢完全冇睇到。